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den， 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。 我们现在在香港国际机场转头会搭台湾的星宇航空 A33098， 由这里飞去台北桃园的。现在入去 train 先。来往香港和台北的航线在2024年重新上榜，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国际航线。以香港为基地的航空有香港航空、香港快运、大湾区和国泰航空。由台湾基地出发的有中华航空、长荣航空。由7月开始呢，有今日搭的星宇航空。星宇航空每日有两班机来往台北、香港。暂时他们用的机型呢是 A35098 和 A33098。在香港机场呢 check in 是 F 区。看来班机今日好急， check in 好少人，不用排队。咁 check 完 in， 抌完行李咧，就可以过安检同埋移民局啦。今日好快嘅啫，五分钟搞掂。星宇航空嘅高级会员同埋商务舱乘客咧，喺香港机场可以用澳洲航空 Qantas 嘅贵宾室。我两者都唔系，所以咧今日冇贵宾室用啊。不过唔紧要，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嘅地方，跟住嚟啦。咁我而家系会搭呢个电梯上 Sky Bridge。前往北卫星大楼那边的。在北卫星大楼出发的航班呢，主要是集体飞机为主，例如中国国际航空的737和国泰航空的 A321neo。 今天呢，我们是带大家来到一个由 Plaza Premium 开的酒吧，叫做 Intervals。 持有合乎资格的信用卡用户呢，可以免费入这个吧喝东西和吃东西。我妈咪有汇丰的 Every Mile 信用卡，咁职员系俾咗依一份 menu 佢睇嘅，佢系唔使俾钱 order 早餐。我咧就要 order 阿拉卡啦，就求其嗌咗一杯 oat milk 嘅 latte。咁我杯咖啡俾咗50几蚊嘅，可能贵出边嘅 Starbucks 或者 Pret 10几蚊啦。不过咧呢度嘅风景一流啊，望到好多飞机，嗰50蚊嘅咖啡咧好值得俾啊！这个咧系星宇航空的 A33098， 头先由台北桃园抵港，我哋转头就系搭依一架飞机啦。我妈咪咧系嗌咗一份 vegan breakfast 嘅，几好食。然后我哋都系嗌咗两杯 latte 饮。咁而家事不宜迟，要前往第29号嘅登机闸口上飞机咯。我哋今日嘅飞机系机龄两年嘅星宇航空空中巴士 A33098， 系 A330neo 嘅一种嚟嘅。注册编号系 Bravo 58304。依一架飞机咧有经济舱同埋商务舱 ，A350 先有豪华经济舱噶。你望下个 boarding pass 都几靓，有 Snoopy 嘅图案。Later, we will first invite business class passengers, Starlux Insider, Explore Card members, and Zone 1 passengers for boarding. All remaining passengers, please follow the zone number shown on the boarding pass for boarding. 欢迎登机，这个是他们的经济舱，座位的布局是242。Econ 是分了两个客舱的，我们坐前面那个最后一行的 47A 窗口位。他们的经济舱凳是由 Ricaro 设计的，间公司是德国的，设计飞机的座椅。我现在很快介绍张凳给大家看看。首先有一个很大的 4K 高清电视，有 USB 和耳机插口，下面有储物空间可以摆杯水的。张台呢可以折起一半和拉前拉后，还有都挺实正下的。座椅的袋呢有两个，很方便可以分类自己的东西。另外这个是经济舱的耳机，脚部空间 Leg Room 不错，长度机都应该 OK 的。
最后你要同隔离的乘客一起分享这个国际的插头和 USB-C。 张凳呢是可以挨后的，最后那行都没问题，头枕很舒服。现在飞机都两年了，不过这些凳都保持得很好，好像刚刚出产一样。最后最后这里呢有挂衫的钩。各位贵宾们早安，欢迎您的搭乘续航空第2324航班，准备前往台北。今天飞行时间约莫只有一个小时15分钟，我们地面装载工作即将准备就绪，所有的舱门也随之关妥。台北的天气预报良好，多云高温的天气。在航机接近台湾前会再为您做进一步的天气资料更新。现在请您在客舱里稍事休息，待我们跟航管人员协调以后尽快的启程。这里是来加上机长广播，十分钟行进等待着航班为您服务。我的名字叫做陆炳年，仅代表全体优秀的机组人员再次欢迎登机，谢谢。今日的飞机广播有英文、普通话，同埋有时呢有台湾的福建。飞机的娱乐系统呢很好用，首先电视很大很高清，可以选中文、日文、英文等等的。另外呢因为个 mon 很大，现在浏览他们的电影选择呢一眼看清。现在就来起飞了，要播放安全示范影片。真的没什么时间贵宾室。星宇航空同国泰嗰啲飞机一样嘅，冇个人嘅冷气口，所以咧而家飞机有啲焗，有啲热啊。
Hello， 欢迎来到星宇航空 A330neo 的厕所，这个在我的位置47的后面。你看厕所的空间很大，这里有挂衫的 Outcook Hook， 这里有一盆植物，无论它是真定假都很漂亮的。这里有喷面的保湿，这个是 body lotion 搽手都可以的。你看看个厕所本身都很漂亮，这里有木的质地啦，还有蓝色的灯光，very very good。 咁而家继续讲翻啲娱乐系统，个电视除咗好大好高清之外咧，可以连接自己嘅蓝牙耳机噶，例如自己嘅 AirPod 或者 Bose 耳机，咁就咧可以唔使用佢哋嘅耳机，唔会好多条线棘住咁样啦。坐通道位个乘客都系用蓝牙耳机嘅话咧，咁去厕所都方便啲嘅，佢唔使除咗个耳机。起咗飞四个字之后咧，空中服务员就开始派午餐啦。今日得一个选择嘅啫。同华航同埋国泰一样，唔同嘅咧就系华航、国泰通常系俾亚洲嘅餐嚟嘅。今日我哋嘅星宇航空飞机餐系意大利嘅 pasta， 另外我哋有果汁、水果同埋一啲朱古力嘅杏仁。呢一方面咧系多过国泰嘅，国泰咧得个主菜嘅啫，冇头盘啊嗰啲。呢个都几好食，朱古力类似 conflict 咁样。水果有西瓜和哈密瓜，挺好吃的。果汁呢就是蔬菜萝卜汁。个 pasta 呢是 ravioli 来的，中文翻译应该叫做意大利云吞面，入面是肉来的。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吃，个芝士酱都很香。不过我留意到附近很多华人乘客呢，啲香港人、台湾人呢好像不是很喜欢吃，可能大家都是吃惯了饭，同埋就算嗌 pasta 都是 carbonara 多，好少吃这些 ravioli， 吃不惯，不是不好吃。今日个航班咧，好多乘客咧攞住个杂志咧问个空姐要买机上购物嗰啲嘢，佢哋生意真系好好啊！另外咧 ，pair 牌啊，同埋其他湿碎嘢咧，可以免费问空姐攞嘅。因为我降落时间是台北当时中午的12:45，可以在桃园国际机场降落。目前北台湾的天气是晴朗多云的天气，地面温度摄氏31度，摄氏度相对华氏的88度，再次感谢您选择旭航空，成为您旅游的伙伴，期待能再次为您服务，也希望很快能在欧洲与您相会，欢迎您抵达台湾，谢谢。我哋即将降落，我好快总结一下呢次搭星宇航空嘅体验。今日嘅旅程系香港机场出发 ，F 区 check in 嘅。今日好少人搭，礼拜六朝头早咧少咗一班公干人士啊，同埋周末飞嗰啲人咧礼拜五都飞晒啦。星宇航空嘅 boarding 咧似美国、澳洲嗰啲咁嘅，系分咗 boarding zone。今日都好快嘅，唔会话棘住喺个通道喐唔到咁样。飞机张凳咧好新净同埋几舒服嘅。挨后个角度都 OK， 脚部空间好唔错。另外有国际插头 USB-C 同埋普通嘅 USB， 另外电视有蓝牙功能，长途航班应该都会好舒服嘅。今日空少空姐咧好 friendly 同埋好专业啦，1.5个钟嘅航程咧可以做到派飞机餐同埋机上购物嘅流程。最后个飞机餐咧份量好好，多过国泰嗰啲，同埋咧个 pasta 云吞面我觉得好好食，不过咧可能唔系好适合台港航线嘅旅客口味。咁 overall 咧，我好满意一次嘅旅程嘅，未来都会考虑搭翻佢哋。咁梗系啦，如果佢哋 join OneWorld 就更加好，因为我有 OneWorld 嘅绿宝石，同埋佢哋暂时咧始终系新嘅航空嘅，飞机比较少，航班都比较少。而家咧香港得一日两班机，希望唔使几耐咧，佢哋就可能1个钟就一班咁样啦。OK， 咁今日就讲到呢度，多谢大家今日收睇我嘅广东话 trip report， 希望大家中意睇呢个 trip report 啦。记得要按 subscribe 同埋隔篱个钟仔，咁下次我 upload 咧，你唔会错过啦。
台北桃園機場咧會見到國泰好多飛機嘅，因為咧佢哋真係差唔多一個鐘就一班由香港飛過嚟依度。另外佢哋由依度咧有第五航權嘅航線飛往大阪關西、東京成田同埋名古屋。疫情之前咧仲有首爾仁川嘅，不過依個航線未復航。再次多谢大家今日嘅收睇，特别系我嘅付费会员一直以嚟嘅支持。下个星期再见啦，拜拜。